天呢，我觉得非常开心，因为是第一次来到爱爱，也是第一次参加音乐节，然后更是第一次和 Full Band， 然后和守夜人一起演出，然后我们都是卧室系的。对，把大家当在睡着，虽然那边很热心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打个盹，待会可以继续看表演还有体力。没错，没错。然后我们这边之后我就觉得要睡着。大家千万，我觉得这个环境下睡觉其实也是非常舒服的。然后，那我继续跟大家唱歌。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做《选择困难症》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同样的这种选择障碍症，也就是你面对很多选择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非常有压力，有吗？有的请举手。好像挺多的耶。好，那下面这首歌就给你们唱。谢谢。